曾因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2020年被川普下令狙杀丧命。We took action last night to stop a war. We did not take action to start a war.被视为伊朗二号人物，权力仅次于最高精神领袖的苏雷曼尼，当时遇刺身亡，伊朗就曾扬言一定会报仇，要以暴制暴，让美国血债血还。